小姐有什么事情吗？你开得太快了，你要注意交通安全。哦，好的，警察小姐。今天早晨的时候，又一个人这样跟我说，他也是一只兔子。啊，也是一只兔子。是一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兔子吗？男性。对的，你怎么知道？警察小姐，你好厉害呀。是这样的。今天早晨呢，兔子爸爸呢，他出门，但是呢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我正在寻找他的线索，你能提供一些吗？我想一想，我今天早晨开车开得确实有点快，我路过他身边的时候，被他拦下来了，然后他说我开得太快了，容易造成交通事故，还跟我说他的女儿是一个警察，让我注意一些，我其实已经很注意了，我这次不是故意的，我会更加注意的。好吧好吧，你的问题呢要多注意，但是我现在很想知道兔子爸爸哪里去了，你觉得他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吗？好像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，但是他说完我以后就匆匆的走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着急的事情，我感觉他走得很快。哦，好吧。那谢谢你了，注意开车哦。好，谢谢警察小姐，我走了。你好，悟空。哎，你好啊，朱迪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哎，我爸爸不知道哪里去了，已经走丢了3个多小时了。我现在很着急，妈妈已经到警察局去报案了，所以我现在出来找他。哦，是吗？可是我今天早晨看到过他呀，我还想教他练两招呢，可是我看他很着急就走了呀。啊，你见到他了？哦，那你有没有觉得他哪里不寻常呢？不寻常？其实往常的时候呢，我叫住他练两招的话，他会停下来跟我练的，可是今天呢，他直接就走了，他感觉看起来很着急的样子，匆匆的就向那边走了。哦，那边吗？好的，谢谢你的帮助。那我先走了，我要去找我的爸爸，省得妈妈很着急。而且我们警察局已经出警了，一定要尽快的找到他，千万不要出什么事情才好。哦，那你快去吧。如果我要是见到他，让他赶紧去联系你。好的，谢谢。刚刚悟空说是在这边，看一下，是这里吗？哦，这里不是。是这里吗？这里好像是唱歌的，也不像。看看这个里，嘿，这是个咖啡店，我们进去看一下吧。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怎么没有人回答我？这明明是个咖啡店呢。你好。呀，咦，你说话怎么这么慢呀？我说话很慢吗？哦，是的呀，急死我了。你今天早晨有没有见到一个兔子先生啊？年纪会比我大很多，是我爸爸。你有没有见到他呀？兔子先生的话，我见到了。见到了，见到了，太好了。那他现在在哪里你知道吗？他在哪里？你问
他现在走了吗？往哪里走了？他买完咖啡之后往那边走了。那边吗？那边吗？可是那边没有门啊。那边是洗手间。啊？洗手间？你是说我爸爸去了洗手间？你爸爸去了洗手间。那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他啊，快说快说，他还没有出来呢。哦，我真是服了你了，他没有出来，那就是还没有走喽。你爸爸确实没有走，哈哈哈哈！哦，太好了，我终于找到他了，谢谢你。虽然你说话很慢。不客气。你要来杯咖啡吗？我还是不要了吧。我感觉我要是买杯咖啡的话，可能还要等三个小时。好吧，那我去工作了。好的，谢谢你，快去吧。好。这个服务生说话真的好慢呀，好慢呀，像我这种急性子的兔子怎么可以忍呢？哎，朱迪，朱迪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爸爸，你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回家？妈妈急坏了，都已经到了警察局。啊？到了警察局，天哪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听说这家咖啡店，换了服务生。我本来想我早一点、快一点过来，跟熟悉的服务生可以告个别，跟新来的服务生可以打个招呼。可是，哦，没有想到新来的服务生真的是好慢呀。他给我做了一杯咖啡。做了很久很久，花了将近三个小时，然后做出来以后，哦，简直都是凉的，我到现在也不想喝了，我只好去上个洗手间，打算回家的。哦，爸爸，你看你为什么不告诉妈妈一声呢？现在警察局已经出警了，到处在找你呢。哦，好吧，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们现在赶紧回去吧，不要让大家太着急了。嗯，好吧，那我们走吧。我要跟服务生说一下再见。好吧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嗨，服务生小姐，我们要走喽，再见。再见。看到了吧，他说话就是这样慢的，所以我才花了三个小时。回去你一定要跟你妈妈说，哦，要不的话他会很生气的。他现在就已经很生气了，我们快走吧。好。